佛光人大家吉祥，我叫江佩君，今年八岁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是《实修歌》。一家人我不计较，二家彼此不比较，三家处事有礼貌，四家见要微笑，五家吃亏不要紧，六家待人要厚道，七家心念无烦恼，八家口中多说好，九家说教皆君子，十家大家称神仙，若是人人能实修，真正净土乐逍遥，人人心善好，世界更美好。谢谢大家。